非常感恩慈善基金会给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在医护同仁守在第一线呢，都没有后顾之忧，在这里非常非常感恩。这批快筛试剂预计用在社区民众、住院患者和家属，还有第一线工作的医护同仁等等族群，希望保障民众就医安心，医护的工作环境安全。台北慈济医院除了快筛之外呢，院内也加强清洁消毒，来预防疫情的扩散。